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新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808年4月25号，旧历的3月21日，礼拜四。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鹿港警察志工协进会进行新社林志工中队长顾文团长交接典礼，也来趁机会为了辛苦的志工联谊感情。新港乡溪底社区关怀据点老宝贝，逐天拢真准时到社区活动中心上课，展现青春本来的精神。继续科技大学抓火龙机团队参加红牛杯世界抓火龙机比赛，讲伫咧支援项目，摕到中国赛的入门格。新闻头起先来看热烈的现场，鹿港警察志工协进会警察志工中队长顾文团团长24号暗时进行新社林交接典礼。理事长施卓元表示，除了传承优良的传统以外，也会更加努力带领所有的警察志工担任鹿港分局的后盾。鹿港警察志工中队长协进会顾文团长举行社林会长甲新林会长交接典礼，代表新会上团。历史性的一刻，薪火相传。鹿港警分局长甲两位课程访定贵宾拢亲自来到会场，除了表达祝福以外，也借此感谢辛苦的警察志工，长期协助警方，点点啊替社会付出。鹿港分局哦，刚好是在古迹区哦，那平常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多，因为警力有限，民力无穷，所以我们鹿港分局有一支最强大的志工中队来协助我们各项活动的一个进行。那在活动进行当中，也提供了很多为民服务的一些工作哈。那我们很感谢我们这些志工同仁。那刚好今年我们的志工中队长，还有我们的团长，好，我们做了一个更替哈。那我们的理事长施卓远就跟我们这些新任的干部，哦，我们就办理了一个志工中队的一个联谊餐会。我们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联谊餐会，来让所有的志工再跟我们紧密的在一起。借由今天的这个餐会，大家水乳交融，我们把我们的警察工作给做好。我们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志工同仁。理事长施卓远也希望未来付出更加多心力，甲警方共同来保卫家园。荣幸哦，那再次的连任哦，我们那个鹿港警察志工协进会理事长哦，那小弟施卓远哦，从警察志工的中队长，在民国96年开始当，然后到今年刚好是步入第12年。哦，那也接了那个3任的中队长跟1任的那个理事长，这是第2任。那在这当中，我们非常感谢所有警察志工，哦，对那个所有对彰化县这个各派出所以及分驻所的那个支持啊，那个也我们警察志工协进会哦，也本着本会的当做警察志工的后盾，然后尽量为这些警察志工创造最大的福利。啊，同时呢，他们也能够帮各派出所以及各单位能够给予最大的帮助。警察志工中队平常时，伊拢会伫派出所内面值班，协助民警帮忙为民服务。透过交接典礼，也趁机会来为了辛苦的民警，真正志工的敬意。会长马明志工也带来优美的舞蹈表演，炒热气氛。鹿港警分局也希望新任中队长、团长会当继续扮演警民之间的桥梁，共同替鹿港的治安努力。台中华新闻林桂英、霍欣采访报道。新港乡溪底社区关怀据点的老宝贝，只要上课时间一到，拢会准时来到社区活动中心报道，对着老师做伙动姿动姿、舞动摇摆，展现充满青春活力的本老精神。好，放好你。
到老师的考核，把金甲头放给您。新港乡溪底社区关怀据点的长辈，只要上课时间一到，就准时出现在活动中心，因为可以当甲大家做伙跳舞舞落。我们星期二、星期四都有祭典呐、啊，啊，老师都会来带动我们跳舞啊，啊，看到老人家也跳舞的高兴、开心的样子，我们也志工也觉得很开心呐、啊，哎，啊，早上都有准备那个面包、点心呐、啊，还有午餐呐、啊，啊，就给那个老人家一起共餐呐、啊。当场休困时间，社区志工会甲前一天做好的知识摕出来甲长辈分享，和大家补充体力，准备迎接后半场。快乐啊咧跳舞，啊大家做对大家讲话，啊较快乐，较快过日。啊，我都想着讲大家一只足趣味的啊，啊大家分享一下安尼啊。传米粉圆啊，啊圆啊是一个八仙堡啊赞助的。参与关怀祭典的长辈表示，规个社区就参像是一个大家庭。上课了后，食完志工准备的米皮中昼顿，才会回去休困，和生活变较真充实。所以有时阵也准备食材，再来社区和志工料理，甲大家做伙分享，共度欢乐时光。多种化新闻，叶凤梧，新港采访报道。讲到这个生抓回灵机，麦当登上世界舞台。建国科技大学抓回灵机团队用五年的时间研究，搁一个红牛杯世界抓回灵机的比赛当中，桂冠战将。其中搁一个读资讯加网络通信系陈义奇，伫个职员项目，弹出38.7公尺的成绩，摕到前进奥地利参加世界杯总决赛的入门票。纸飞机是每一个人的童年回忆，要让纸飞机飞到更高更远，是一门真深的学问。建国科技大学纸飞机团队研究纸飞机的技术要五年的时间，这次在红牛世界纸飞机大赛台湾区赛当中一路过关，表现非常优秀。这五年来，我们每年参加澳门的国际赛，除了在个人的飞行距离最远、最久、跟花式、跟静态设计上面都获得冠军及团体的总冠军、亚军的成绩。那今年很难得的，在四年一次的红牛杯的世界纸飞机竞赛当中，取得台湾区的代表权，也就是全国第一名的这个成绩。本身这个技术，是我们这个工程学院的王院长，他本身是航太的背景，跟我一起来指导学生，包括纸张折叠的技巧。小朋友、学生的这个背力、腰力，整个身体的协调性都很重要。纸飞机爱凹了好，飞了远，涉及光电力学、空气力学的计算。除了研究生纸飞机的技术，何方也带选手出国参加比赛，提升自信，跟各个选手进行交流。这次参加了这个红牛杯比赛，然后很高兴能替台湾出去比赛这样子。然后这准备这段时间。还是先增进自己的臂力，然后再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技巧，让射击技巧让它可以射得更远。陈义奇在红牛杯纸飞机台湾区比赛当中，在当天的项目，纸飞机飞了38.7公尺的成绩，打败来自全国各地挑战者，将代表台湾到奥地利参加世界杯的总决赛，为国争光。多中华新闻叶凤梧，中华采访报道。鹿港高中资源班学生现出席在鹿港图书艺文中心，展出他们的油画创作。广告了后，马上回来。就业服务即时通，让您就业好轻松。
立户代书事务所专业办理房屋土地一二三贷贷款，证件齐全，马上申请，马上付款。银行利息、农地期货买当办理，电话0988205738，立户代书事务所。沙里仙新农渔场伫园林恁厝交流道边，阮用真清气的泉水伫饲鱼，餐厅嘛伫遮。阮不只有新农鱼，嘛有其他真新鲜好食的料理。吃好鱼唔免走远路，电话83675433，每一天阮拢有开哦。今天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也是过了3月22日。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在正南方，何时是下晡1点到3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培英国小科展团队学生真厉害哦，利用资源回收的广告纸来制作烟花，灿烂的花光也来得到评审团的好印象，摕到佳奖的好成绩。你敢有相信这支长日烧的烟花是透过资源回收来制作品？培英国小的陈宏瑜、林新瑜、叶宇轩、杜成汉、吴黄勋和老师做伙研究如何把废弃的广告纸变成美丽烟花。那我们就在想啊，那广告纸里面是不是有成分跟这个烟火里面绿色的火焰的成分是不是接近？哦，那所以我带着学生呢去查一些资料，我们发现其实广告纸印刷用的油墨，这些油墨里面可能那些让它成色的颜料，哦，可能还有一些金属盐类。而我们知道金属盐类燃烧的时候本来就会有不同的火焰颜色，哦，所以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干脆把广告纸里面会有这些不同颜色火焰的成分拿出来，然后把它添加到火药里面试试看。那我们的目标呢是想要用这个广告纸呢制造出可以有各种颜色火焰的烟火。科展团队按日常生活找灵感，把选举期间收到的大量广告文宣收集起来，一步一步去找出广告纸为什么会当烧出二十火的原因。就是最后点燃时发射出去的火焰颜色会有放射性的火花和绿色火焰，把它搅碎制成色粉的时候比较难，因为我们试过很多种不同的方法，用过砂纸磨，但是磨出来就是我们的手破都会破皮，最后用食物调理机是最好的方法。这个是我们用色纸然后一分色，然后加入到食物调理机里面，然后这是我们用铝罐然后磨制成的铁粉，然后这个是黑色火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和市售的烟火很像，所以我们就不用去买烟火，可以自己做，还不用浪费钱。科展团队经过大约4个月的时间，达到完成利用资源回收的纸，搁再制成美丽烟花。成员表示，虽然烟花释放时间真短，但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满满的充实感，因为这是大家做伙努力的成果。多种华新闻叶凤梧何必采访报道。鹿港高中资源班学生克服学习的困难，发挥潜能，带来50多幅的优美作品。即马讲伫咧图书艺文中心展览，特殊的美感吸引真侪民众来欣赏。鹿港高中资源班学生会展伫咧鹿港图书艺文中心开展，100幅是最缤纷的画作，有古锥的狮、放假人物，搁一座公园。作品名称是一座公园，我看见。这个公园的时候，看见这跷跷板、旋转木马、溜滑梯的一些游乐设施，让我画出了这幅作品。我画的蛇，宇宙蛇神像，然后这幅画是我一开始是画那个就是十二生肖，然后后来觉得就是很单调，
所以我就把我的背景改成那个就是有星空这样的。开播仪式贵宾混集，大家都来给这电影啊鼓励赞声，希望因会当继续创作出优美意境的画作。读书艺文中心所展出的，就是在草地上的歌声，由鹿港高中的学生展出一个油画展，尤其从4月25号到5月26号的一个展期，尤其有19位的一个学生的一个创作，还有57幅的一个作品，欢迎各界能够莅临的参观。这些学生真的蛮用心，他们也没有一个基础，就是靠着自己尝试琢磨而练习而成。透过这些图画，透过这个作品，展现他自我心灵的一个空间。欢迎大家能够共享盛举。大德资源班的学生创作，老师甲家长爱付出搁较侪心力，画图也予即挂学生按过程当中培养耐心，也加强信心。油画呢，都是我们的特教专业老师指导，这些资源班的孩子所共同创作出来的，利用抽离式的课程来指导他们进行油画的创作，就如同这次的主题一样，我们的主题是草地上的歌声，希望呈现的是孩子们天真自然、快乐活力，主题非常的多元，但是都是孩子们心中所向往的天地。这顶学习较慢的同学，以真诚的画作表达内心上纯真的世界。有兴趣的乡亲会当前往欣赏，和这顶囡仔上阶段掌声甲鼓励。多种华新闻林桂英陆港采访报道。秀水公立幼儿园带着学童来到秀水联合创作课房进行陶艺课程，让囡仔会当按细汉就接受着陶土，培养对陶土的兴趣。叶红啊，生土住伫你都市内面的囡仔，要生土的机会真罕。秀水乡里幼儿园特别带着学童来甲秀水的联合创作陶坊，带着老师的指导来做古锥的大手。这是我们秀水乡里托儿所哈，大部分的小朋友来到我们本乡我们秀水乡金星村的这个联合艺术陶坊捏陶的这个课程户外教学哈。小朋友从小哈接受这个艺术的这个熏陶，当然哈，在两位李老师的这个指导之下哈，今天的课程非常的丰富，也让小朋友参与一些艺术的这些活动。在你小朋友动手做了后，真侪大大的目睭、嘴唇、身躯，毛有千变万化，真古锥。动手做的过程当中，让因感觉真好耍。联合创作陶坊刚好有秀水乡托的那个大班的小朋友来我们工作室玩陶。然后儿童玩陶的话呢，对小孩子是非常的重要的，他不仅能在制作过程当获得一个成就感，而且他小肌肉的发展对他将来的那个握笔能力也非常有帮助。好，所以我们每一班过来这边的话呢，我帮他设计不同的课程，然后让他们在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展。透过动手做的过程当中，囡仔会当充分发挥想象力，同时把艺术用入去生活当中。台中华新闻林桂英、秀水采访报道。卫基分教授蔡宜勋就自身的生命经验转化为文字，广告回来有详细报道。我喜欢健康三合一。我喜欢保养三合一。我喜欢舒适三合一。省一点啦，我喜欢凯擘大宽屏精神三合一。凯擘大宽屏光纤上网有线电视 HD 高画质套餐三合一，每月只要899，上网看电视省很大哦。还有机上盒 My Video 随选随看，再送礼券1000元。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 HBO 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欢庆 Win 综合台 4K 转播悍将主场赛事，办超快光纤上网 4K 电视轻松抱回家，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
再享机上盒买 Video 豪华月租三个月免费。目前伫咧亚洲大学教书教授蔡宜勋，原本是一名教微积分的老师，即届机缘之下接受到文学领域，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以及教学。即卖咱就透过镜头做回来看卖，有即个理工背景的蔡宜勋教授，如何将自身的生命经验转化成文字，写成一篇一篇的诗章。亚洲大学教授蔡宜勋原本是一名教微积分的老师，后来因缘际会之下开始进行文学创作以及教学，而且开设生命书写、生活逻辑等课程。有理工背景的伊，经过逆向思考，展现独特的创作思维。我本身是学理工跟数学的，好，可其实事实上我并没有文学的培养的过程，但是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作。所以转换的话，在我的心境里面其实是不成问题，只是说他对这个创作的题材跟内容的影响非常的大，因为我的题材或是说我自己个人的角度，会跟那个文学专业的培养上来的人或许会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他或许是缺点，但是也许可能也是个优点啊。热爱创作的蔡宜勋教授，目前累计超过600篇的作品，有新诗、散文以及小说，参加国内外各大文学奖，得奖无数，更加坚定伊走文学之路的信心。那这一张是我当初第一次拿到国际上的比赛，就是最近几年拿到国际上的比赛的国际组的第一名，首奖，这一张是首奖。那时候我非常的兴奋啊，我那时候想说，我竟然有这个能力，可以到国际上去跟不同国家的文学家比赛，然后我可以拿第一，所以从那时候我就把国内的参加国内比赛的这些重心有一点转移到国际上去，所以这几年，因为这些国内的奖其实都是两三年前拿的，那这几年呢，我都重心就摆在国外，所以像这样的国际上的比赛的国际组的首奖，我目前已经拿了，我印象中应该超过六张。蔡宜勋改名之前叫做蔡德平，即卖也以这个名伫本段走跳，主要是希望家己卖袂记咧初中。目前作品也向翻译成18种译本，让国际有机会感受到蔡宜勋丰富的创作能量。多中华新闻李冠军台中采访报道。新发明的产品往往拢会申请专利来保障家己的权益。在伫咧应征乡的桂花王，专门研发各种新品种的桂花。伊上界新的研发品种哦，就是即个香水红桂花，嘛来申请品种权。一盆搁一盆的桂花，拢是花农王崇信伯仔仔用心栽种的成果。即挂桂花其实是一种新品种，叫做芳水红桂。除了花期真长、花量真大以外，香味也真好，加上花蕊的色水是红色的，会当讲是真受到欢迎。这个呢，品种有什么优点？第一，它花量大，哦，然后它的香味又浓，哦，闻起来啊，这品种哈，有那个水蜜桃的甜香味啦。哦，甜香的香味，然后哦，粗放好管理，花期又长，哦，花期一年大概哦，在彰化一带哦，可以开到200来天，那如果在北部的话，花期会更长，但是往南部的话，花期会缩短，因为那边比较热，会少一两个月。花农王崇信表示，为了保障家己的权益，特别申请品种权，在品种权保护期间，其他厂商都袂当随意换色换味。啊，最主要即摆目前吼，咱就摕到咱农委会的专利权。哦，这个专利权就是讲吼，咱会使疫苗育种吼，包括伊的迄个销售权，咱有25年的权利。哦，别人袂使，我袂甲咱擅自吼去繁殖、去疫苗。哦，我嘛鼓励大家农友啦，如果家己有能力去疫苗的，尽量去请这品种权。哦，较保咱家己的利益甲权利，较袂大家伫遐削价竞争吼，弄较可怜。
没想到火要转入圈，像这种有品种圈的植物，在品种圈保护期间，如果有人随意凡事反杯，是会犯法，而且被要求赔偿。花农表示，呼吁有恩化新品种的农民，都能申请品种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台中华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138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0块。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冬瓜上价13块到中价10块1，下价8块。高丽菜上价39块8，中价31块7，下价22块1。青菜上价50，中价35块8，下价20。油菜上价12块半，中价9块3，下价6块。白菜上价30，中价27，下价22块3。葱的上价35块6，中价25块8，下价20块1。包心白上价12块6，中价10块1，下价7块3。葱头上价20块，中价21，下价16块。菜头上价11块7，中价9块6，下价6块9。花莲啊上价37块半，中价27块半，下价17块半。白菜上价12块半，中价9块3，下价6块。苦瓜上价40块7，中价34块1，下价25块1。拜五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北台湾会来落雨，天气嘛未遮尔烧热，各地区天气嘛会变了较无稳定。明仔后日外出的时阵哦，爱记得扎这个雨伞加雨帽。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欢庆运动合台 4K 转播悍将主场赛事，办超快光纤上网 4K 电视轻松抱回家，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再享机上盒 My Video 豪华月租三个月免费。这里西堤办年船，乡亲就要注意，唔通凊彩将证件甲囡仔交予别人，以免造成财产的损失以及法律纠纷。